忍忍，那我们今天转向门，忍者必须死了，没有问题。那在今天我们开始影片之前呢，这边先跟大家小小工商一下，好像大家如果看直播的话，应该都知道这边要工商什么东西了，没有错，也就是我们的折纸妹妹啊1周年啦。所以我们这边的话，折纸妹妹团队啊，有为大家准备了50份啊，就只有50份了，50份的这个精美挂轴啊。那基本上原本的挂轴要价都是要700-800块或是1000多块，但是我们这边的话，因为哲明知道自己的观众可能是比较年龄层比较低的哦，所以这边的话我们有尽量把价钱压到就是500块，好不好？所以这一次的话，基本上这个挂轴是500块，然后只有50份。那昨天开直播的时候呢，基本上还蛮多人就是没有钱啊，所以就算了，好不好？但是后来的话，我们的粉丝专业的那个文贴出来之后的话，基本上还蛮多人已经买了，所以现在的话应该已经卖了快要超过应该快要一半了吧。所以大家如果你是昨天没有参加直播，然后你非常非常喜欢折纸妹妹的话呢，基本上也是可以到我们就是资讯栏这边会再放连结，资讯栏跟留言区这边都会放连结，然后里面就有我们卖场的连结或是折纸妹妹粉专的连结，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。如果喜欢的话，就赶快火速的带回家，因为我们这边的商品都是有收藏价值的，完全不会再犯了。就是这边卖完这个挂轴，就真的就是全世界就只有这50份，不会再额外加购了。就算卖得再好，我们也不会加购，这就是折平的原则啦。我们就收藏，好不好？如果你真的喜欢的话，就可以买回家收藏一下哦。基本上就是这么一回事了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话要干什么东西呢？今天基本上我们这几天都在看就是那个营销的故事嘛，对不对？那现在就是要大家的重头戏啦，好不好？大家最想要看哲平玩的东西是什么？当然就是我们的第8章的剧情，对不对？没有问题。那我们今天的话就来玩一下我们的第8章的剧情啦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哈。第8章的剧情的话，听说就是如果你加入准白阵营的话，你通过第8章是会有头像的，但是如果你没有加入准白阵营的话，你通过第8章是不会有头像的。那算了，反正哲平对头像也没有什么太多的留念的东西啊，所以就算了哦。好，今天我们就要来开始我们的全新一季的故事水片，也不算水片啦、啊，就真的跟大家一起看故事嘛，对不对？来，忍界大战前戏哦，来看一下哈，第8章开始了而已。剑炉的秘密 ，Go Go Go！ 他直接就先通关了，而且哦，他用的角色还是那个就是我们要用忍者小兵，是不是？居然你只能用忍者小兵，你不能用自己的忍者是吗？这还蛮有趣的这个。来啦！300年間も武士の犬だったっていうのに、まだ足りないのか？这边真的是超帅的，哇！武士城直接被劈一半是真的被劈一半好猛哦！我靠！哦，这个大姐姐应该很棒哦，很期待她登场。1天前，武士城剑炉。めちゃくちゃだよ。无面忍者警備されていた剣路がこんな風に破壊されるなんて。等一下，无面忍者莫非也是新角吗？之后的新角之类的。但怎么都要戴面具啊？戴面具的苍牙一个就够了、哦，不要再戴面具了、哦。这感觉就很像小黑在戴面具，你知道吗？来了，无面忍者，看一下这关会哦，喂、欸，那个铁链是会打人的，哇塞，那个铁链是会打人，而且还有火哎，哇哎、欸，哎、欸、完。我要爆开喽！啊！这个好像是要从上面过，或是从……才跑10%，我就没了。各位，完蛋了！我看是不用打到 BOSS 关卡，我前面就要爆开了哦。好猛哦，这个！它这个铁链上面是可以过的哦，然后下面会有带火啊。我想说，奇怪，那个是背景吗？结果那个居然是那个，好不好？尴尬一波。我们无面忍者的能力是什么啊？其实我也不知道他三人跳吗？也不是啊。哦呦哦哦哦哦！我烫死人好恶心哦！这个新东西，这到底什么鬼东西啊？哇哇 ！Holy shit！ Oh my god！ 哇，好恐怖、哦！这个铁链是新东西，真的蛮鬼的。哇，天哪！难怪不让我们用我们自己忍者，有没有？他就是要让你用这个比较……哦哟！哦，太扯了吧！什么锁链？什么东西？呜、哦！
哦，这样有这个就好了。哎，这个好扯哦，但是我觉得很棒哎，就是我自己个人就觉得他们这个游戏真的是很用心啊。有一些哎哎屁呀、啊，还有流星雨，哇哎完了，看来这个第八章会是个很漫长的一个章节呢，各位。我们大概要录个四五集才可以突破一关吧，好扯哦！但是真的还蛮好玩的，好神哦！人人果然是神作，好不好？太神了吧！哎呦，完了，这烧到很痛哎！一二，有，背起来了，背一下还行啊。他刚刚后面好像还有流星雨，对不对？My God！ 我天哪，这个因为你没有跑过这个的话，你会不习惯它的那个东西。但是基本上你就把它当做就是下面那边在闹事就好了。哇天哪，那个流星雨感觉蛮恶心的。哎，这个还会掉锁链下来，哈哈，会有链条掉下来。哦，这个超扯，这好扯哦，到底怎么想到的？哎呀，别再烧我了，哈哈，妈！妈，我过不了啊！妈，死定啦、啊！完蛋啦！完蛋啦！过不了啊！死定了，卡关卡死死了。第八章，真的假的？这样看起来后面一定还有更难的东西啊！好吧，我们要先习惯一下这个。太恐怖了吧！啊，完了，刚刚那个没有跳到那个最后面，这边大概就是两下跳，然后下面两下跳，然后下面这样子，它就是一个那个摆荡不定的一个那个锁链条，然后这边就是上下这样子，好，上下跳，没问题，然后待会那个锁链会掉下来，那边可能就比较麻烦，要先背一下是哪一个。记一下会比较好一点。那边要跳起来，这边，哦，完了，下来之后弄到那个火了。真金不怕火炼，哎，这好扯哦！这我刚刚是不是有打到他啊？所以才那个，完了，后面还有流星雨哎，看要怎么办？哎我，哎可靠！哇！我真的觉得我今天一集都要在这边的死定了，惨了，惨兮兮的。没事没事，加油加油，加油加油，没事没事。跳，再跳，再跳。啊，完了，这个后面那个又被摆了一道，双跳下来。有没有人一次过的、啊？我帮你拍拍手吧，好厉害哦、喔，真的很厉害、欸。就是一次过的话很厉害、欸，因为这是一个全新的一个东西，你知道吗？除非你是已经有玩过的，好不好？这个全新的东西都会特别的，不知道该怎么去捉摸它。完了，这没办法这样啊！啊！这边是不是要一直滑过去啊？这陨石砸死人啦！完蛋啦！完蛋了！第八章，过不了，太恐怖了吧？哎、欸，真的完蛋了！我们还是不要给大家看笑话好了，好恐怖哦！怎么会这样？跟想好的不一样欸，这个锁链我讨厌，因为我很讨厌那种就是镰刀系的，你知道吗？镰刀系的对我来说真的都很麻烦，这种东西也算是镰刀系的，而且还外加流星雨欸，天哪！
完了，这边又被烧到了。哎、欸，上面那个好像一定会被烫到一些、啊。流星雨区。过了过了，终于过过了那边了，各位，过了有没有机会？不要再流星雨了、哦。定阿巴嘞！哇！哎、欸，到一半！哇！惨兮兮呀、啊！到一半，好扯好扯哦，好扯好扯哦！哇，后面那个要跳很高呢，不开玩笑呢，完蛋了，真的没问题吗？第八章，我真的没问题吗？过得了吗？哎呀，再见了世界，啵啵啵啵啵，啵啵啵啵啵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，来，再一次。不怕不怕，各位不要怕，好不好？各位不要怕，再一次再一次，完蛋了，到底什么东西呀、啊？来来来来，免金免金，免金免金，这样才对啊！我跟你讲，游戏就是要这样子，第八章绝对是要比前面还要难的，这是毋庸置疑啊，好不好？不难。怎么会有新挑战呢？这真的还蛮难的、欸，说真的，还是因为这边太烂了、啊，哈哈，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是觉得这是还蛮难的，它那个东西蛮多的啦，好不好？但是跑顺了应该就还好了。喂，掉链子，哦，完了，这边应该要再跳一下。好，流星雨，干，这好痛哦！哇，腰修哦，腰修嘞，我、哦、痛死哎！哇，这流星雨太痛了吧！哇，好，各位，拜拜，再见了。不行不行，今天先在这边，接下来每一天都水影片，水到过为止啦，各位没有问题吧 ？OK 哈 ，OK 没问题，那就这样随便水起来，耶、yeah! ！